这么说，你不是带挂吧？你居然复制别人这句话。老大，你今天喝了多少酒啊？你说我爬树了是吗？哦，你说我爬树了是吗？老大，你脸怎么又变大了？哦，我本来脸就大。欢迎大家回家，我是大胖纸，我要改雪原了。欢迎大家回家，欢迎沐晨。等一下啊，头发扎起来就显小了，镜头擦一擦，好朦胧，可能就是不怎么清楚。回忆总想哭，对，刚才唱的是最美的期待。怎么这么胖了？是这衣服显胖吧？我应该不至于太胖，是不瘦，但是也不至于很胖啊。哎呀，这刚睡醒吧。哎，角度问题。哈哈，等一下啊。今天是牛牛的忌日，第三天。刚才想牛牛了，看他的视频，现在好了。嗯，牛牛已经死了第三天了。那好了，点特效了没有啊？这什么情况？好了，咱们不要提牛牛了，你们要提的话我心里不好受。现在没事了，那个我们说点别的，那个。等一下，把视频颠起来一下，我把视频颠起来一下，然后从高往下照就能显瘦一点。稍等啊！能显瘦一点。能瘦一点不？啊？哎呀，怎么变这么胖了？行了，凑个地儿吧，毕竟本人也不是特别瘦，大家将就看啊。等会儿我开个瘦身就好了。欢迎设计，欢迎大家回家啊！算了，不看了，太胖了。唱一首歌。咳咳，等一下啊、哦！最美的期待。老大，你今天喝酒了？你是不是看我爬树了？完事你以为我喝酒了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怎么看我当泪
人。承诺，从花开等到那繁花已凋落，我只要你多看一眼我，再不管对与错。你失去了我的魂魄，只留下这躯壳。恭喜，谢谢我们执念宝贝 ，thank you， 谢谢执念，把执念抱上来，谢谢执念卡的皇马。哇，恭喜我们商业王子当了爸爸，祝你的宝宝平安健康，一辈子都一切的顺利，长得越来越好看。谢谢商业王子，感谢我们执念，我给执念卡一个皇马。咱们家是五组一三一次卡皇马，你居然多刷了一组。谢谢商业王子，祝贺你商业王子，恭喜恭喜。执念，谢谢你卡的皇马啊。你喜欢听什么歌吗？你可以点击一下，然后趁我现在还没开嗓，特别容易破音，你想听哪首歌的破音你跟我说一下，然后我就能给你唱出来，保证，你放心，保证哪首歌都能破。欢迎奈奈姐回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呀？这个烟台送给什么九伴什么170秒1314乘以10组告白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还有这个玩意儿了呢？谢谢快乐，谢谢快乐，这个是在哪儿？哎，谢谢。为什么我们没有？我们也刷了十组啊！欢迎简单哥回来。十组是全服啊？那早知道他们都送这个了呢，还。执念，你想听什么歌？执念，谢谢。要比当前的刷的多，我靠。过3分钟就能出来了，那这个平台都这么送的话，那不是那什么了吗？那不是乱了吗？那排不了队啊，这也，这个平台里刷十组1314的太多人了，那该给谁打广告才合适啊？唱首歌送给什么？你被和谐了，商业王子，你的儿子干不用管我。嗯，那行吧，那我唱唱什么你都听呗，是不？谢谢我们执念，再次感谢执念。那个，那你儿子刚生下来，尽量就是别让他听什么太刺耳的音乐什么的。等你儿子，等过两天呢，你别折腾你儿子，让他好好的冷静一会儿。他刚来到这个世界，你让他清静一会儿，你别让我拿歌总是吵他，好不容易。休息一下，刚来到这个世界他很忙，他现在肯定吱哇乱叫唤呢，跟他哭呢。
爸妈，你俩怎么不经过我同意就给我整到这个世界上来了呢？我很生气呀、啊！你别让我再用歌让他烦躁了，行不行？快乐你的昵称违规了，快乐你的昵称违规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连麦了呀，我刚才连麦了，我连完麦我才回来的，兄弟们。连完麦了，我今天直播推迟了一个小时，就是因为勉哥周年，我再推迟的话我们家人就毛都不剩了，所以说我连完麦我就马上回来了，我本来想多待一会儿的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。欢迎怀疑哥，推迟一个小时，我跟勉哥连了，就是唱歌的时候嗓子还没开，所以说有一点不好听啊，但是还好，唱那么一丢丢破音。哎呀，我很忐忑呀，唱歌的时候。谢谢开心，谢谢。我脸都肿了。快乐改后缀违规了，后面的那个四个字儿和谐了呗。然后没啥字吗？真的吗？给大家唱一点低的歌，谁会记得？是胖了，干嘛肿了？我刚才控脸来的，我把脸大头冲下，把身体就是，你们那么躺在床上过没？把腿举在搭在沙发上，然后脑袋控在地上，那么倒立着躺着，然后我还想牛牛了，然后我脸就肿了。快乐你别把牛牛放在后缀行不，我看见了不开心行不，你别时刻提醒我，我自己想起来了听，你别提，你让牛牛冷静一会儿行不行？等一下，稍等啊。你怎么感觉胖了一圈？雪儿你旺夫啊，你从哪儿看的？等一下啊，可能刚才那衣服是敞开环的，像裙子似的，然后这个地方那不是收腰的那种，所以净怪我二姨，我二姨自己买的衣服在五爱街25块钱带个裤衩，还是这个裤衩，她穿不进去，她硬是给我了一套打折的，非得让我穿，显得齁老胖呢，是吗？让我穿给我黑个够呛。谢谢北川，谢谢凡哥，这睡衣好啊，这个衣服不是睡衣，这个是在外头穿的，但他们家的主题就是围绕着睡衣做的，那种丝绸料做的，但不是睡衣，
比较流行，我的很多现实朋友都穿他们家的衣服牌子，特别的凉快。绝版帽子还有点送给你吧，你省点花吧，都说是绝版的了，你就省点，等我想看见的时候你就搜搜搜，不想看见的时候你就给他锁起来，最好等他们都没有绝版的时候然后你有，那样的话就更牛逼了。本来就不怪凡哥，我们家这些大哥其实他们是能给我抢的，他们号里也有YB，凡哥号里现在有很多的YB，我知道有多少，但是凡哥是没想抢，但是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个没关系，你等一下啊，给大家唱个什么，是昨天是不要，咱们家大哥说了，这周星咱们不要了，他们说的，也决定了，他们不是里面没YB，他们有钱也充好了，但是昨天突然间不想要了，来谢谢咱家大哥对我的支持，也谢谢我们家所有的小粉丝。其实大哥都是为我好，希望我能更好，希望我能发展得更好，希望他们的每一分钱都能推着我往前走，然后也有助力，也能借上很多力量吧，他们是这么希望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再沟通沟通，然后怎么的，先给大家唱一首牛在飞啊、哦、牛在飞对，点歌不花钱，牛仔飞，你瞅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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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瞅那大人，你瞅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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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，你牛子跳过。现在生活没有忧愁。聊一会儿，就还半首。
对，咱们家人都是为我好，就包括我们家粉丝，甚至就跟我玩久了的公会粉，他们说是公会粉，但是他们心里肯定是就是经常看我直播，他们明白我是什么样的主播，什么样的人，我相信他们也是喜欢我这个人。就是说作为主播来说，我这么说吧，那个咱家大哥也在，我也不怕得罪咱家大哥，我现在很难，真的，我左右为难。这边是我们家的所有支持者，也就是大哥，这边是我的公会，我两边我有点为难最近，所以说我也选择出来散散心，有很多事情那个我也懒得管，因为我这个人心比较大，我不想去多想太多的事情，我也从来不想提什么要求，然后就一直这么播自己，但是到一定的节骨眼上，左边右边都为难，就这样的。我等一下啊，稍等。然后那个咱们大家其他的人也不要说反钱与不反钱的，现在我他们纠结，大哥纠结的不是反不反钱的问题，你们就是有很多事情，就是你们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情，然后大家不要说反钱这个事情，我知道这个歪歪的规矩跟公会的规矩，大哥们也知道，所以说大家不要就是也不要误会大哥的意思。就是这样，大哥知道有返钱这么一说啊，就是所以说这个问题我是主播，我不说任何，我也不想得罪大哥，我也不想得罪公会，我就这么直播，毕竟你们要看的就是我直播嘛，对不？大家别说那么严重，你妹呀，干嘛呢？你跟我去哪儿？跟我来成都啊？还能行吗？跟我到成都走一走。哎呀，谢谢我们风多，在去成都的路上。反正有很多人，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喜欢我这个人，与这些歪歪的关系啊，甚至公会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他们就是喜欢雪儿这个主播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就是说，大家不要怪任何人啊，那个公会呢，或者是有些粉丝也不要怪大哥，大哥他们是赚不到一分钱，我挣的钱都是我一个人拿的，他们肯定是一切是为了我。然后呢，大哥也不要，就是说。太怪那个那什么了，咱们就先那么看一看。啊，谢谢明。我知道，找个包子。你又要去连麦，你是战争贩子。唱首什么歌？大家不要带我的节奏啊，什么什么什么跳公会啊什么的，大家不要带这样的节奏啊。没有这么一说，我现在我也没有想这些东西，我就觉得我还是好好直播，因为这一年了我直播不断没断过，我觉得我的态度已经有了，我还是要努力直播，所以其他的事情那个游客不要乱带节奏啊，有事说事，不要带我的节奏，带我的节奏带不起来，让我动不了心，起码这一刻动不了啊，我不会动心，大家有事可以解决事，不要去冲动，
也不要带我的节奏，我的节奏是任何人都带不走的。就这样给你们唱首歌曲。但是我依然要感谢我们家的大哥，特别是凡哥。你们凡哥想听什么？对，就不管怎么样，如果你们是主播的话，你们肯定得让大哥说话，因为大哥是有思想的人，大哥花着人民币支持这么长时间，凡哥好几百万，认识不到半年已经刷出来了，所以说人家话语权还是要有的，包括咱家这些公爵这一年，所以说大哥怎么样想说什么话，我必须得让别人说，让他们把想说的说完，不然的话这个家噼里啪啦那就散了。所以说不要说围着家里的铁粉跟大哥转，其实主播就是应该这样的，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，没有他们的话我什么都不是。所以说人家想说什么还是要让人家说，也不用说都停吧什么的，说话肯定是得让大哥说什么的，只是说带节奏的帮着你们别被带就行了，不用屌他们想说什么什么这那，学生你该去这，学生你该去那儿，这种话就不用听他们说了，甚至别人想说啥言论自由让他们说就行了啊。欢迎拉萨哥，哎，欢迎我。你们唱一个，就唱情人迷吧，稍等一下啊。如果我忘了来时的路，谁能为我打开一扇门？我穿过他们说的花花世界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。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。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。我也随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谁是缘，醒了还是一个不安的魂，任虚任弹尽。一等啊里啊，越过花墙啊，小路江好悲伤啊，站在那个屋檐下，耳目那似大梁，街地邻居又那么的那么嗨，扫得围炉帘儿焦黄啊。谢谢风川，谢谢如风。哎呀，你们别说什么跟一个几百个人主播生气不值得，大哥根本就不是因为，完全因为这次周星，不是因为哪个主播生气。你们，哎呀，你们别那什么了，就是就那啥就得了，你们听歌，愁死我了，一天我脑袋疼。头疼。如果我忘了来时的路，谁能为我打开一扇门？我穿过他们说的花花世界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。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。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冰雪没见眼，要换手机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。我也醉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谁是人，醒了还是一个不安的魂，任虚任三心。二更啊里呀、啊，敲打门窗啊，叫声郎君莫要高烧啊，下给我打开了门。
你玩吃鸡游戏，然后你被下了马甲。咱们家吃鸡游戏玩那游戏的都被下马甲，可能是你马甲被下了，你这个守护跟公爵给我都白开了，你真的。这首歌名叫什么？情人迷，唱的太好听了，耳朵都怀孕了。妈呀，耳朵他们一听好听的歌就说你怀孕了。再卡一个施主一三一四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无主一三一四冰雪啊，你刚才送我礼物了，冰雪，这个不能剩下一主我出啊！你让冰雪卡黄马啊，把冰雪给我抱上，然后给冰雪卡个黄马来。谁能为我打开一扇门？我穿过他们说的花花世界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。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。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。我也醉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谁是人，醒来还是一颗不安的魂，人去人散尽。一个拉里呀，越过华强小路，叫我好你们老大又在面无表情的打字，真帅，欢迎木头。老大面部表情有点严肃，是不？再回复一些消息，欢迎木头，把木头抱一下啊。叫黄啊啊啊！哎，这个告白真烦人，就是没有我的告白，刷都刷完了，我的告白还没出来，真的是烦。那叫怀念青春，还难忘青春呢。歌名一共四个字，你连戳俩字，真是爱，真的是爱。你这直播看的你是真专业，你是不是最算了，是不说你看混了吧？最近。欢迎国史啊，刷礼物，刷礼物也没有用，您出来看火的就是看火的。唱首怀念青春。谢谢快乐啊，等一下啊，唱一首怀念青春。国师终于出来了，我靠，7156送给中国蓝七，他妈的一共俩人，谁名字也没显示，我这边一个名都没显示。愁死我了。喂，青春。那时的我们拥有没有染过的青春，滴滴答答的秒针，却留不住一个黄昏。曾经的爱很简单，不需要费力的眼神，牵手走过无人山岗，像时间再慢几分。怀念那我们的青春啊，昨天在记忆生根发芽，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朽的
想。谢看海，谢华一哥，谢风托，风托，你那个游戏什么时候卸载？什么时候给你逐个？欢迎黑龙哥，好吗？那时的我们拥有没有人工的清晨，滴滴答答的秒针，却留不住一个黄昏。曾经的爱很简单，不需要费力的眼神，牵手走过无人山岗，向时间再慢几分。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，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留下的脚印变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，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怀念啊，我们的青春啊，昨天在记忆里生根发芽，爱情滋养心中那片土地，绽放出美丽不舍的泪花。脚印拼成一幅画，最美的风景是你的笑容，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。那一句再见有太多的放不下，这首歌叫怀念青春。生活会是什么内容？柴米油盐呢？什么意思？谢谢大家，欢迎熊大回家。老大，你为啥一开心眼睛笑起来都看不见了？我今天没有一件事让我开心的。今天去哪玩的？今天去吃那个蹄花了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？然后今天还去熊猫繁殖基地了，去看了一共看了六个熊猫，有五个在睡觉，就有一个是醒的。哎呦我靠！爬出来不开心，哎呀我去，没爬上去。正常我要是喝酒了我就能爬上去，不喝酒爬不上去，能爬上去一半。熊猫比我能吃，他还比我懒呢。你知道今天我走路的时候，我听见一个老太太跟一个老头，他俩是怎么分析这熊猫的不？老太太说：“哎，老头子，没给我跟我妈我爸逗死，我靠！老头子，我跟你讲，这也是个外地，我跟你讲，猪跟熊猫其实他们俩就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毛没有熊猫好看，看着就廉价，所以熊猫的毛长得好看，它就变成了国宝。”我愁死我了，完我跟我妈笑，我说这什么理论。有道理吗？这是唱歌吗？我看雪儿整个生命都在燃烧，整个生命在歌唱。哎呦我去，熊猫是真懒呢，在那块睡觉还能吃，旁边围着都是竹子，然后它还变成了国宝。这玩意儿就比谁生的少谁就是国宝。那猪繁殖太快了，所以说猪总被干，一整就哎整个蹄花，哎整个猪耳朵，哎整个猪舌头，那五脏六腑都被你们拆吧给吃了，一点都不放过。我靠，连猪屁股你们都觉得是筋道。哎，
你说猪招谁惹谁了，一天吃的也是猪食，你们在剩饭剩菜堆起，猪就能吃的倍儿香，还吃猪肉，吃的破东西完肉还那么香。哎呀，这猪耳朵，对呀、啊，耳朵是猪，主要熊猫不看腿。什么意思？唱歌好听，谢谢大家。没有过真爱的一起过一下真爱吧，没有开通真爱开通一下真爱。真爱怎么开通呢？手机左上角有个心带一个翅膀的，不知道你们看见没，看见的话希望大家能帮雪儿开通一下真爱。然后电脑的右下方有一个，还是左边有个真爱图案，那是你们电脑用户该找开真爱的地方。点完了以后每个人送一毛钱的礼物，就算是每天过真爱。谢谢我们天使。送完一毛钱的礼物以后，再去包裹里找一个免费的礼物，那免费的礼物叫做爱，一个新的那个真爱的礼物，大家每天把那个送出来就行。欢迎海棠姐回家，那个就算是过真爱了啊。物以稀为贵啊。大师晚上好。你好大师，晚上好。大师你快夸夸凡哥长得帅，凡哥现在戒刷了，他说以后不刷了。咱们家大哥说以后也不大刷了。如果觉得我唱的好听，私下微信都给我转账了。不行了不行了，经济不景气了，现在开始。你快点劝一劝，你告诉他出家人不打诳语，让他们大哥公爵团跟国王消消气。明知道我私下不收红包，一听好听了都私下给转红包，这个3000那个5000的，一个游轮1314下播了，红包都不少，哪个敢收啊，都得给退回去，整了半天真是公益直播了。哇哇，我靠，又多了个守护，泰哥！谢谢我们俊威，哎呀 ，ID 好短呐，12206565，报一下来。谢谢俊威。等一下啊，看看俊威，谢谢俊威的守护，我去，谢谢俊威卡的皇马，我看看他的个人信息，新加坡，哇，后台全是皇马，缅哥那儿的皇马，耳朵那儿的皇马，哎呦我去，好几个大主播呢，哇，还有个叫雪儿的也是，你是雪儿家的皇马，我去，你是真够厉害，雪儿家皇马你都有。感谢俊威的守护。你有王冕的马甲已经是证明你在 YY 混的已经很牛逼了，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7156的皇马你都能挂上。哇塞，你的 YY 号也这么牛逼，我以为有王冕的已经很厉害了，我靠，没想到雪儿的你也有，你这已经达到一定的，站在一定的巅峰了，你这玩家当的。好，现在我把我的好友答案发给你了，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可以加给我一个好友吗？我不会打扰你的，谢谢俊威。哎呀，等一下啊，俊威你想听什么歌吗？YY 号是6位的，跟我差不多。给大家唱一个怎么歌呢？俊威你想听什么歌？老大看他的艺名，他的艺名我看不见，电脑那个是这样的，俊威的头像已经做完了，但是俊威我知道这么发给你比较唐突，
但是你可以不用，真的，你可以再考验一段我时间，你用不用都行，但是必须得给你，因为这是对你的尊重，因为守护都有专属头像，所以说你用不用都行，我不会怪你啊。艺名叫有雪啊，这么有缘吗？你有雪了，关注一下我嘛啊！我看不见你啊，我看不见你啊，风托。哇，感谢我们家艺名续费的守护。谢谢叶明，还有俊伟，谢谢。哈哈哈！我靠，你们这帮人，哇塞！谢谢叶明，谢谢。那个想听歌，你们这点不要客气了，反正俊伟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已经看我一个月了。嗯，那你看我一个月了，我什么性格你应该了解吧，我特别的温柔，就是我这个人不暴力，然后呢说话一直都好像是轻声细语这种，然后我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你别介意啊，既然看我一个月了，不管我什么状态，我相信你都应该见过了，然后你想听什么歌你就告诉我，如果公屏他们没有复制明白，你就好友告诉我啊，你们不要打一堆问号，打什么问号？让我重说一遍吗？你们打问号干什么？问谁呢？然后谢谢我们家一鸣给我续费的守护，别说了，我信了，信就信呗，怎么的？你看呢？我每次看见我们家这样，我真的挺开心的，真的，就总是感觉日渐强大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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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开心。所以我更要好好努力直播，每天都要努力好好直播。我的东西寄了吗？我要默默给你寄的，问一下默默，怎么还追着管人要东西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等一下啊。好，刚才有人叫小幸运是吗？行，我们是强大的，也能看见，其实就是可能也能看见，等一下啊，唱首小幸运。那个反正在这里我们家的铁粉，还有我们家不就包括工会粉，他们我相信他们喜欢的就是雪儿这个人，所以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平时努力他们肯定看在眼里，他们不会怪我什么的东西，然后咱们家大哥也跟他们一直都是和睦相处接地气的那种，我相信大家就是在对于某些问题上，他们现在肯定是非常的就是说就是客观啊功利什么的，他们不会想太多，所以说任何节奏带不起来，没事，咱们就正常唱歌啊，给大家唱一首小幸运。等一下啊，这首歌送给那谁的，送给那个俊伟，他点的这首歌，但是我怎么找不着歌词呢？我发现这个直播间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叫真爱，很简单，就是支持雪儿。我发现这个直播间有一个说话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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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涵养跟教养的人，就是国师。这个直播间缺你不行，国师，真的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只有你才能说这种公道话，没事给他们静静心洗洗脑，出家人从来不打诳语，请大家相信他，他真的是出家的，真的。我唱小幸运，但是没有歌词，等一下我找一下小幸运的歌词。谢谢我们那小幸运歌词，哎呀，但是我能不能唱上去还不知道呢，嗓子还没开呢。试一下啊，我要是破音了的话，俊伟这也是
少有的时候了，你不要嫌弃我啊、哦，我尽量不破音啊、哦。开始，一首小幸运送给你，希望你会喜欢。的头像，好的，谢谢俊伟，因为我嗓子还没开呢，然后刚才因为牛牛哭了好久，嗓子给哭哑了，一会儿吃点东西就透开了，但是得下播以后。对啊，谢谢俊伟，谢谢休闲，我看看休闲的头像，休闲头像挺正常的，可是休闲怎么就有我家一个马甲呢？我在纳闷儿。你不跑骚吗？
好像是一只鸽的头像。你是一只啊。谢谢。嗯，那可能就是我不知道，我不能乱猜，反正就是休闲了，你叫休闲就叫休闲就行了。嗯，谢谢我们家俊威，谢谢休闲经历老大。我也只有一个马甲。嗯，有一个马甲的都是好人，有几个马甲的你们也是好人，但是你们有马甲可以有正经的才艺主播的马甲，你们不能有不正规的主播马甲，那样的话感觉好丢脸呢，就感觉你们是好色之徒，你们背着7156的马甲，你们不要整那些就是就不正经的那些别的都行。对，不要像国师那种，要不然的话你说是不是可以有马甲，但是尽量都多看看才艺主播，管他跳个唱歌跳舞脱口秀，只要有才艺的话非常支持。嗯，谢谢休闲啊，谢谢。嗯，雪儿你真会说话，谢谢我们懒散用，等一下啊，谢谢慵懒的猫。名儿有点那么苗，不过我今天说有点语无伦次，国师躺枪了。没事，国师老大，我本来就是不正经的。秀贤不说话的话，那就是一字。秀贤，你快点说话，他们开始乱猜了。然后再次感谢我们家叶明的守护啊！叶明，你想听什么歌？告诉老大啊，你不要。嗯，对，你们不要乱猜，国师整个 YY 的直播间都已经游过了吧。雪儿过了这段时间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的。好的，谢谢这个爱乖宝贝。好，嗯，休闲是辽宁的，因为他知道我是辽宁的，唱一首随手我送给大家。跑不一定骚，哎，此话有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苦涩的沙吹动脸庞的感觉，像附近的策马，母亲的哭泣永远难忘记。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，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，总是淮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，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，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，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啊，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谢谢谢谢又来梦你休息爱。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，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，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戴着虚伪的面具，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，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，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，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听见休闲说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开心，感谢我们慵懒的猫，谢谢你送的礼物啊猫，然后谢谢休闲，公屏的小伙伴，谢谢大家。这我要随手，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我改变成啥样了。
自己都不知道原唱哪样。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，都市的柏油路太硬，猜不出足迹。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，一天的文明糟蹋过的海洋和天地。只愿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，在这纤维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。耳旁又传来汽笛声和休闲的笑语，隐约的内心的最深处，他听见夏夏说，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怕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谢谢猫，谢谢休闲的大游轮，这首歌叫水手。你们不要跟那块儿乱猜啊，谁发暗号了？这首歌叫水手，喜欢听歌的点击一下关注我，然后把真爱开一下。弹窗拉了吗？刚拉完。星星点灯照了我的家门，不行，相似的在现在唱不了，我嗓子今天不想开了，不天天少开点嗓其实就是养嗓。你一旦把嗓子开开了，看似你唱歌透亮了，但是那今天嗓子就开始工作了。嗓子不开也就是今天不需要它工作，知道不？不需要工作我们就白养，我们就好好又养了一天，所以今天就不开了，就这么唱，谢谢不记 OK。 哎呀，忘了一件事，给你们看个东西吧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，很重要的事情。